帽子、太阳眼镜、所有防晒行头全部出笼。你的瓜地马拉热情阳光，马特龙夫妇要爬上玛雅神庙，先来一段冷笑话。应该爬这个没什么感觉，好没什么感觉。对着镜头装可爱，一旁的钟美青理都没理，继续爬。马特龙和钟美青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，来到瓜地马拉著名的玛雅文化，体验金字塔神庙的壮丽景色。终于登上高60几公尺四号神庙，还伸手拉了太太一把。这么体贴的动作，似乎没得到关爱眼神。酷嫂当着媒体的面，上演一场爆笑吐槽。我最想知道就是他们怎么把这些石头粘起来。我们有时候以前有用，还有这个中国人用糯米啊，或者调料。被狠狠亏了一下，马总统一脸疑惑，转身就走，还不忘再请示一下台座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因为他这个。钟美青似乎不太耐烦，随便敷衍了几句。爱妻十大守则果然不是说假的，这么逆来顺受，中途巧遇朱宗庆打击乐团，又被钟美青拿来开玩笑。真的是牺牲很大哎！马总与钟美青超爆笑对话，让出访团大伙都笑翻了，也成为这趟玛雅文化之旅最意外插曲。记者郭海、薛宗前，瓜地马拉采访报道。